青山对剪。就是。嗯，好，青山对剪。这是带劲了吗？对。嗯，好好，是带劲了，好，好。来，你把它放那。啥看着点穿。可可西里，中国境内最后的原始荒原，平均海拔4700米。噶玛巴切罗，这里是藏羚羊最后的栖息地。85年以后，盗猎者开始大规模屠杀藏羚羊，以满足欧美市场对于藏羚羊绒的需求。短短几年时间，藏羚羊从100万只锐减至不足1万只。93年，当地政府组建了一支武装巡山队，领导人是藏族转业军官日泰。巡山队和盗猎分子发生激战，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关注。97年冬，巡山队员强巴在执行巡山任务时被杀害，报社紧急委派我赴青海采访。太干了，我的。抓紧车。我就是日泰，我想采访你们。咋说？啊？介绍信。
我是北京来的记者。对不起，我没时间。请等等。听说您正在筹建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，我是为这件事来的。你等我。等。怪这种。呀，哎，你好，你把包给我，给我字吧。吴光木，早晚吃吃去。哎呀，是杨晶，你是他女儿吧？是。你在看什么呀？没什么，一些资料。速吧。刘栋呢？吃肉。这你弄的。你听得懂藏语？阿爸，不认。我们藏族吃肉，刀口对着自己。
咱们走。来人了，我们每次进山都要在这里设卡。能拦到盗猎分子吗？不一定。这里是离藏獒成高期最近的地方，他们经常在这经过。你们从哪来的？乌达拉工地。到哪去啊？格尔木。我们是西北雇佣巡查队的，要对你们进行检查。小郑，有没有带皮子？没有。这是什么？棉花呢？再说一遍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藏獒羊绒。走，上去吧。怎么处理它？放了呗。这个路上，帮盗猎分子带藏獒羊绒的人太多了。我们只能没收，没权利抓人。我北京深究你好，你好，那一个送一个，咋你要鸡巴鸡子给抓青包你人的啊？来来，坐这。往右一走，上这。哎呀，等了一宿，啊，真能够来一宿。好，大姐姐。我呀哥，再看看给刚你一点。这是什么？国际的。前半桌子的。我爱给你交替吧。不是的。那就到此去吧。接的嘎波修呀啦，接
都是藏羚羊，怕说死去。过来，嗨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大杨子见了没有？见了。几个人？不知道。你见了没有？见了。几个？不知道。再不收，他收了。你骗我们收拾？瞧一瞧，我们趴在船上没看清啊。天太黑了，我们啥都没看见。你们有捕捞证吗？没有。罚款。
年我们进山都要埋葬10000多的藏羚羊。没有。就是他们。刚过去，不知道过半天。三次。边有人，就是他们，快走！
那台警备枪。 上来了，大腿没救了，大家都马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马瑞。哪来的？ 多大了？24。你打过杨子了吧？阿爸呢？我骂你白蛮荒。 马哲林，你这次咋说？你给我这个皮大衣嘛，我现在拎着受不了了嘛。你们的老板呢？他们给我们找着的扒皮子嘛。你给我老实点。我也现在是这个。别说话的。我不是枪手。你是枪手？我不是枪手。你是枪手？我不是枪手。干啥的？我是司机。谁是枪手？我不知道。谁是枪手？你是枪手？我不是枪手。谁是枪手？我也不知道。谁知道？到底谁知道？ 他知道，他给我们找着那件。阿德林，你货不要说啊！我是正儿八经车司机。坐。你是枪手？不是枪手，我是正儿八经的车司机。那你老实说。 谁是凶手？我不知道，他们都出卖我了嘛，我也办法说，你都说你知道，你怎么知道？说吧，我绝对不知道，我是车司机嘛。哎，我绝对说，说说，我绝对不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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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绝对不
你怎么说？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不要打死！
死我哟！侄子在这里，哇！侄子全部走出来的，底下还有。现在是陈高奇，真可惜。枪手跑了，刚才抓的人呢？这些都是小口径，可是样子都是冲锋枪打的。我把他们追了好多年。抽个烟呗，我也好几天没抽烟呗。谢谢。大爷，您干什么呢？我是剥皮子的。剥一皮子给您多少钱？那五块钱。我在这儿我这个剥皮子最快最快的人，孩子们都在这个地方，他是老大，他是老二，这小瓜娃子。他们都在剥皮子，我以前是放母鸡、放羊、放牛、放骆驼。这个草村啊，这个变成这个沙滩了，牛啊、羊啊，全是死的死的，卖的卖了，人也没吃的了，所以人也活不下去了。大爷，把那地下。枪手往北面走，他们肯定要过这条河。开过！
半个。哎呀，就在这点嘛，我好几天没吃东西嘛。我告诉你们，人力，没你吃的，这是我们省下来的，知道不知道？ 谢谢你啊。 没事，这里缺氧，不舒服在车外站站就行了。嗯，又流鼻血了。没事。真漂亮。就是。说句老实话，每次新生到了最后，发疯一样的想出去，见到公路上的灯就像见到家一样。可下去没两三天，又想着可可西里。你知道可可西里是什么意思吗？
可可西里在我们藏语中是美丽的青山，美丽的胜利。就是，在可可西里，你踩下的每一个脚印，有可能是地球诞生以来人类留下的第一个脚印。这句话不是我说的。两年前，从北京来了一个地质学家，我送他进可可西里，是他在布克大本方跟我讲的。后来那个地质学家在可可西里失踪了，到现在都没有找到。这里到处都是吃人的流沙。